好嘞。我其实，11年来，因为我第一次来 TVB 是11年前，然后一直每一次来都是参与一些音乐的节目，反而就是这一条街就是主要拍戏的嘛，然后没有拍戏就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现身在这里，然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觉得很特别，感觉很特别的。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上 TVB 的综艺节目玩游戏，过去都是主要都是表演啊音乐为主，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玩游戏的一个人，对，就蛮爱玩的，只是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比较偏向音乐性啊，就是很认真在唱歌的一个人，所以可能有一些游戏节目也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我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可以来参与这个游戏节目还蛮开心的，希望之后会有多一点机会啦。其实我蛮喜欢演戏的，对，我自己的 MV 很多都是大部分都自己演，然后有很有兴趣，对，所以有机会的话，电视剧、电影什么有机会拍戏，我其实也蛮期待的。我觉得最近是的确是比较充实，对，就两个平台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节目，然后也非常开心，很荣幸可以参加很多不同的录影啊，对，所以最近还蛮充实的。